眼，她是直播主学学 Brandy， 经常在网络分享美妆穿搭，累积高人气。现在 PC Home 二十四小时购物宣布要携手直播平台浪 Life， 靠这些精通特殊领域的网红推出新形态的网络购物直播节目。他大概从十八岁到四十五岁都是他们的收视群，那这点跟我们站上年龄层其实是有相符合的，有超过大概四成左右，其实他们会很就是吃就是说网红推荐或是网红他有在用的产品。目前展现自信穿搭，她是淘宝王牌主播维亚，曾经缔造一个晚上人民币8500万元，相当于新台币3.8亿的惊人销售记录。这回阿里巴巴看到台湾网红趋势，要带着维亚前进台湾，在台北举办达人之夜，招募台湾网红新血。再过19年，我们希望把自己能够打造成为一家全世界第五大经济体。根据淘宝数据显示，直播的购买转换率大约有15%，相当于每7人观看会有1人下单，显示直播结合电商创造出的商机无限大，也难怪部分国内外电商都来积极卡位。三立新闻杨玉欣、刘雅文台北报道。